两个多月以前，我离开了家人，来到了新疆美丽的克拉玛依。还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，是20年前拍《卧虎藏龙》，那时候没有数码相机，所以没有太多的影像留下。而这一次，我带上了自己的相机，记录下了充满诗意的胡杨林、壮丽的大峡谷和奇妙的魔鬼城。克拉玛依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，而且我在这里见到了今年的第一场雪。这个水太凉了，雪山上融的水。这个你会害怕了，有一点点。我也不敢。来了这儿3个月了，拍戏的环境虽然很寒冷，但也很快乐。有一次我抬眼望天，见到飞翔的小鸟，突然想到王家卫电影的经典对白。我听人讲这个世界有一种雀仔没脚，它只可以一直这么飞呀飞，飞到累的时候就在风里面睡觉，用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，那次就是它死的时候。我很喜欢这几句，但我也很幸运，我不是这样的小鸟。我觉得我想家了。2020就快要过去了，这一年每个人都经历了很大的困难，但我相信磨难就是化了妆的祝福。愿我们在2021因为经历了，所以更美好，更刚强。